下来呢要为你介绍呢这个女人呢在可以讲呢立心呢也占了很重要的一个位置。是的是的。因为呢每个成功的男人呢背后一定有一位贤惠的女人。那么这位女人呢把她的青春呢把她呢可以讲呢这一生呢贡献给我们新加坡。是的。所以现在她是新加坡人的新加坡人啊。所以今天晚上她带来的三首歌也很有含义。为什么呢？第一首歌他讲呢在雪花飘飘之中就好像女人的一生。是的。那么呢他希望他的命运呢不要像英台那么般的凄凉。所以你跟你西北讲的。你隆重拿人家的歌名来绕一圈。我不变呢因为我汤汤叫波光呢给我想过你。西北厉害啊。来我们欢迎呢这位呢大家都喜欢我也很喜欢他的歌的。我们欢迎我们的陈夫人袁景小姐。带来这一首雪花。八三七九空空八八八三七九快点下单啦八三七九零零八八Thank you.
非常的开心能够来到我们的这个由立新娱乐制作统筹安排的这个万里显灵宫中原会线上的这个联欢晚会，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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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美女，谢谢我们万里显灵宫的理事朋友，谢谢 Jenny Jenny 大姐，还有所有的理事好朋友，劳苦功高的好朋友们，谢谢你们送上的红包，也谢谢你们对我们立新娱乐制作的支持和鼓励，谢谢。